电磁防爆泵防爆泵配有电机开关键，绿色按钮开关，红色按钮。我们在使用时先打开电机开关，设定现场使用压力，如图我们设定压力为40兆帕。接下来连接油管，油管一边与泵站连接，一边与扳手连接，保证连接无缝隙。连接好开机就可以打压了。按住手柄键上压，扳手就可以打压了。连续按动手柄键，扳手就可以循环打压了。完成工作，关掉电机开关就好了。